啊，之前有到半年没有来过香港，在这间乐山河粉丝感觉怎么样？很开心啊，就又是不同种的惊喜的热情，这样子，真的谢谢他们来。因为很多人像我老公嘛，还习惯，还是不习惯了，对，但很谢谢他们，对。但是这次逗留香港的时间很短，对，可能一天吧，对啊，差不多。每次来香港好像都很匆忙，但希望可能以后有一段时间可以待在这边享受一下，就是这边的文化跟城市。对，来香港拍戏就可以了。对啊，有几个月之后有机会了。对，是多久的时候？再看看了。对，在之后。那是韩国的第一次在内地正式在开拍。对啊。那个进度就正在拍。有学会什么韩文？新的韩文？就。打招呼啦，对啊，打招呼基本的还是稍微学一下，对啊，入境随俗一下。现在可以吃吧，吃吧。이러지마세요，이러지마세요，안녕하세요。那有很多粉丝有组织那个印的那个大七的加油车去韩国给你。哦。应援。加油车。食物车。有吗？食物。有吗？啊，目前有一台吗？哦，对啊，那可能有，只是还没有。对，我也不清楚，不好意思。那接下来农历过年会不会在韩国过，还是在台湾？过年还是会回来了，对啊，还是会想要放个假，跟陪朋友、陪家人这样子。那你自己过年有没有什么就习惯要做？就打打牌咯。还是要跟朋友打打牌。那你是赢多还是输比较多呢？我通常都是输的那一方吧，对，没有这个运。那会不会今年有很多工作机会？会不会那个红包比较大方一点？有很多红包、啊。当然会啊，对啊，对啊，就是会对待工作人员们，也不会让他们失望。刚有在店里面就是挑礼物送给他们吗？还是有没有看中什么东西？你说挑礼物送给他们吗？啊，如果他们要买的话，我当然是 OK 啊。对，有听到吗？送礼、欸？没有啊，就是对啊。如果他们有喜欢的话，就会再问一下基本礼。刚才香港的 Jeffy 说你很帅啊。哦，谢谢，他也很帅、啊。他也。他很帅啊，他很帅，对啊。有没有想要跟香港的艺人合作一下，快一点？如果有机会的话吧，对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义不容辞。谢谢，谢谢，谢谢，谢谢。Jackie 今日作为香港代表，喺呢个台湾男神过后，压力大唔大？哇，完全冇呢个谂法喎。是啊，今天就出席一個珠寶的活動，咁啊，好開心見到大家，咁就真空啊，咁啊，係因為嗰度凍啊，即係喺 Paris 凍，咁就慣咗嗰個天氣模式，咁所以翻到嚟啲衫咧就變咗喺嗰度嘅衫咁樣，係。不過今天呢套仲厚過 Paris 嗰套，係。除緊啲褸咯。我哋唔介意嘅。等我再努力啲先，係。咁今日見到即係第一次見面嘅感覺點？或者你之前有冇睇佢作品？我同佢講：我話關下我從小到大做 Kenny 的作品，跟住佢就有少少覺得咦，係咪吹水啊呢個？咁但係都真啊！我都有睇想見你啊！咁就嗰陣時，我仲記得嗰陣時同屋企人一齊睇，哇，覺得係好吸引成個感覺。咁今日真人係仲吸引過喺。在電視上面看的感覺，所以是哇好正。集了油沒有？沒有啊。喂，剛才都可能大會發一張，但我都想自己集油，是的，希望都可以幫到啊一個朋友仔集下油，是的。是的。集油在 Paris 都很成功的，次行集油的事業版圖很遠。今次 在 Paris 都看到有很多朋友仔都是上次在 Paris 的 Fashion Week 都見到啦，咁同埋喺香港上次嘅 Fashion Week 又見到，咁所以就好今次係熟悉咗少少嘅感覺，同埋係都幾
全部都好好開心同埋好投入呢、這個這個活動咯，咁所以就都幾開心。見位靚仔，真係你覺得見到自己掛一成，你係平時照鏡？照鏡掛一成，好多喎、啊，因為今次、令我咁即係好喜出。望外都不是喜出望外，因為其實上次在香港都見過，但是上次香港又沒有真的很好細緻望到，但是那次今次在 Paris 見到阿蘇，阿蘇哇好靚仔喎，阿蘇是、一個日本的明星，好靚仔，係係好靚仔，係，咁所以是很吸引啊嗰種感覺。你有冇加過啲 IG 啊 Instagram？ 冇喎，都費事阻住人哋咁多時間，咁啊集咗個遊就 say 咗 hi 咯，係啦，嗯。但會唔會同 Tyson 一起去即係 fashion week 特別好玩？又冇乜啊，因為今次大家都好個時間又好緊密，即係又唔係真係太多時間可以出去去玩咁樣，所以大家都即係佢又健身，我又健身，咁大家健身嘅嘢又唔同啦，因為佢要即係要特登出去去。即係舉得好重嗰啲，咁我就係貨攣少少，咁又係咯，即係大家都有都開心嘅，咁大家一齊當然，嗯。即係各有各嘅目標嚟健身。係啊係啊係啊！問埋同 Wyman 嘅短聚有冇問到佢再合作嘅機會啊？嗰、那個短聚我都覺得真係好珍惜嗰個短聚，因為咧嗰陣時係你當係有兩個 area 啦，但係我哋大家係俾 security 係阻隔咗，咁我哋又出唔到去。哦，即係咁啊！係啊，咁咪一個天生一對嘅感覺。咁就去因為真係你踏出一步都唔得啊，咁所以就唯有大家就隔住嗰、那個嗰條橋去溝通咁樣咯，係。即係私下再食飯就講唔切咯，唔係有問嘅，因為嗰陣時大家都。想是完咗 show 之後，後一兩日食飯，咁但係我今日就翻咗嚟香港啦，咁所以就今次好可惜就係可以喺 show 度嗰度見到阿 Wyman 先。有冇再邀過啊 Wyman？ 你應該會都再。我一定我一定會啊！我單方面一定會，咁又都。但係都要我自己有歌先，即係依家仲未有歌喺手，所以就因為佢都好多人要揾佢，即係要排隊。係係。我知道，我知添，呢個我都知道。咁所以就係咯，我希望我自己都盡快有一個音樂嘅作品，跟住就可以揾阿威文前輩合作咁樣。咁你會唔會睇啊？會，係會。咁都但唔記得幾多號啊？但係21號啊，佢生日，佢生日。好似唔係，哎呀，好似應該係啊，冇，好似唔係咁大嘅。我哋大家都夾咗個錄膠嘅日子一齊睇，咁所以就都，但係都唔係都 OK 啊，不嬲都夾到啊，大家唔係。而家我啲錢都俾你賺曬，其實係咪要等你翻嚟啊？完全唔係，我翻咗嚟啦，我一早翻咗嚟啊，咁啊都係咯，都好期待，係謝謝。你是全香港最幸福的女人，有許光漢和 Freddie 傍住你。我本身都未知道呢個資訊嘅，即係我未 expect 到，原來係就係三個咁樣，所以我都好大壓力啊，因為我都要做一個好型嘅人喺佢哋中間。我係同第一次同兩個男性魅力鬥 man 啊！唔係啊，但係你今日都性感上陣喎，屬於。都是因為每逢其實我覺得特別是 Tiffany & Co 我都會選擇一些可以露到薄的衣服，因為他們多數特別是我們如果是我和 Tiffany & Co 的合作一定是一些比較 chunky 的飾物，所以我就覺得是這樣會明顯一點和突出一點。會自己鎖骨靚，所以露薄那些都覺得靚突出來咯。要有沒有人讚你的鎖骨很性感那些？沒有係，我嚟個快問快答，二揀一啦。咁Jeffrey 許光漢，你揀一個揀邊個？如果二揀一咧，我突然間係咩先？揀咩先？男朋友咯，類型最符合你嘅理想型。我會揀許光漢嘅，係因為佢有一種好，佢把聲好沉，因為好沉穩，係啊，同埋，因為我本身已經認識 Jeffrey 咧。我覺得他是一個朋友 material 大一點的，所以是咯，就係個檸檬都幾大，不大
係㗎，我都係好中意佢呢個朋友㗎，所以我覺得係。同埋係咪去咗睇啊 ？Ivy 係啊，係啊，我見到你哋都喺度啊，係啊，有啊，我睇完之後係令到我今年嘅目標增加咗一項，就係我希望嘗試舞台劇，係。咩吸引到你啊？係啊。好叻啊！佢甩鞋嗰下好好睇啊！我覺得，我覺得好 Q 喎、啊，即係我係咁同佢講，我覺得嗰下甩得好 Q 啊，冇嘢完全，同埋嗰個即興嘅感覺好正。跟住之後，係咯，同埋我覺得舞台劇，因為我回想翻，其實我哋係中意 performance 嘅人，所以我諗舞台呢種比較 4D 嘅表演同埋一個相即係一個交流嘅形式咧，應該我都會幾享受。所以我見到佢即係砰一聲嘴埋啊 ，lock 下度嗰陣時有冇自己哇？我冇啊，因為我知道《百分百戀愛》大怪物感覺大概係咁樣嘅即係情節啦，但係我係有俾。幾個 scene 係 sweet 到嘅，即我都覺得，哎呀，因為有好多人，我會 feel 到呢一套舞台劇係比較睇口味咯，因為佢係比較漫畫，比較一啲你會話韓日劇嗰種浪漫噶嘛，咁我本人就係好 buy 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好 sweet， 好暖到我。又幻想自己係韓劇啲女主角咁樣？我冇嘅咁樣，但係我會睇韓劇而滋潤自己嘅心靈咯。最喜歡的我會說我爸是誰哇我會說是朴敘俊都是一種比較 straight guy 和陽光一點的感覺陽氣很重的人但他現在不是很拍愛情劇的 OK 的他也有加入一點的即係最新 Netflix 嗰套又講怪物嗰套咧，即係我覺得主要唔係睇佢有幾惡巴同 sweet 咯，主要係睇佢個氣場嗰、那個表現。即係嗰啲 body 唔係吸引你。我還好啊，嗰啲係還好還好。咁你自己想即係 ready 唔 ready 演出電影出嚟？其實我嚟緊咧就會有套電影上嘅，係啊，《風影線》咁就首部劇情嚟嘅，咁入邊就會有啲 surprise 咯，咁所以大家可以入場睇下。棒咁話咪接 Ivy 棒？係啊，真係接佢棒。介個男主角未講得嘅。到時應該會知噶啦，係啊，到時知噶。加入Tiffany这个大家庭这样子，然后我希望
可以跟大家一起了解基本女的更多魅力。So I asked Greg, he recently became a Tiffany's new ambassador. What are his thoughts and how does he feel about this partnership? And he says he's always been a fan of the brand, so he's super excited to become the ambassador and he hopes to let people know more about Tiffany's magic and Tiffany's charisma. 今天呢，就是你第一次来到开国广场这个新店，你有参观一下吗？感觉如何？有，刚刚在拍照的时候有参观一下，非常喜欢。很光，对不对？很美，很有这个很 modern 的感觉。那个 diamond eye， 真的。有没有在那边拍照？有，拍了几张。哦。现在把它放着。待会儿有机会，我可以给你在那个 diamond eye 拍照。OK 啊，OK。他就说，其实，due to travel thing, so Greg has it's his first time visiting this flagship store here in this store here in the Sydney Place with the new modern design.And he, of course, tells everyone the diamond eye piece in the middle is one of the most Instagrammable spots. And I've asked him whether he can take a photo with you later on. He's very happy to do so. Thank you so much. 还有呢，你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 Tiffany 系列或者是款式是什么？其实每一款都蛮喜欢的。当然，宝石就是对我现在来讲，就先远观，就先看一下。如果是要说系列的话，当然 Lock 跟 T 系列我自己都是最喜欢的。我觉得买一个基本款，然后可能混搭，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So I asked Greg what his favorite series is. He said he likes everything in the store, but of course something classic like the Tiffany Lock and also the Tiffany T series he loves a lot. And so he's going to start with the basics and he's going to go on from there.好，谢谢你，可以跟我们留步吗？因为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简单的隆重的祝酒仪，那留步。Okay, so coming up next, we have a toasting ceremony. And 港澳台副总裁 Ms. Zhou Khan. And of course, Ms. Teresa Low, Deputy Director Retail Hong Kong from Swire Properties to join us for a toast. 同埋我哋泰富地产香港零售业务副董事 Ms. Teresa Low， 我哋一齐做一个简单而隆重嘅祝酒仪式。首先邀请大家望望中间位置先 ，Everybody let's look to the middle and our vision first。我哋大会成员可唔可以挥挥手咁去知道 ？Not right in the middle, the one waving at us. Okay, let's big smile on our faces and then let's look to our right hand side. 右手边，右手边，右手边。And of course our left hand side， 我哋嘅左手边，左手边，左手边，所有的朋友们。And now let's bring on the champagne. What's a celebration without wonderful champagne? And today indeed is a very momentous occasion. For Tiffany's as well, a beautiful new Tiffany store right here. Before we do so, one more photo, we should photograph. 再来一张合照，来到我们中间位置，大会摄影 right in the middle. 我来打 voice again.Okay, and when you're ready, on my count of three, I'd like to invite all our guests to raise your glasses together. On my count of three, are we ready? Okay,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一 ，one, two, three, cheers!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我哋今日咧三月一齐进行呢一个嘅开幕仪式啊，恭喜晒 ，congratulations, may this.Start of the new year bring auspicious beginnings to the store and the maison. 希望新年带来好的开始，多谢晒。And thank you so much, our guests. Thank you, Teresa. Thank you, Maxons. And thank you, Joe. Thank you. Please enjoy the rest of your afternoon. And Greg, please stay with us. 我们邀请 Greg, 麻烦 Greg 继续跟我们留步。好。他真的很帅，对不对？好。Greg， 我们呢？我想介绍一位朋友给你认识，他帅的，也是我们香港的男神的代表，他就是 Jeffrey， 好不好？我们一起掌声欢迎 Jeffrey， 好不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gonna bring on another friend to the front， also a very handsome guest today， let's welcome Jeffrey。两位男神先拍个合照，可以吗？我帮你拿你的麦。OK， 好，我们先看中间位置。我们过去左边一点。OK， 中间位置，中间位置。中间先看中间位置，我们大会摄影中间位置。OK， 然后我们右手边。
右手邊，我哋右手邊揮揮手好唔好？跟我們香港的粉絲還有媒體朋友可以揮揮手嗎？OK， 哇！準備，來中間，中間，中間，嚟翻中間， okay. 去翻中間位置。OK， 中間，中間，中間，左手邊，左手邊，我哋會嘅左手邊嘅粉絲同埋媒體朋友。呢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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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再來，中間再來，中間再來。我哋嘅所有嘅傳媒朋友見到佢哋都非常之興奮啊！我自己企喺邊度咧，我都要盡量同自己講，我要冷靜少少。我先係右手邊，右手邊，右手邊，再來，再來。傾偈啊！出邊嘅時候都要同我哋傾下偈嘅，好，左手邊得啦，左手邊，左手邊，好，聽到左手邊嘅位置，我幫你 ，OK， 多謝左手邊嘅位置，兩位，請兩位男神咧就可能放喺中間位置，魏俊生，魏俊生，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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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各位，你好，你好，那。两位男神今天呢非常的帅气，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今天的造型吗？啊，不如 Greg 先来吧。是全黑西装，然后配上这个 Tiffany Bird on the Rock 那个胸针，对吗？然后还有一些钻石的 Lux 系列跟 T 系列作为点缀，这样很漂亮，很帅，真的非常的帅。Jeffrey 呢，今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造型吗？好，今天我也说国语了，因为就很开心可以说国语。那今天我就穿一些 T Collection 的accessories， 还有那个 Crack on the Rock 的那个，它那个 gemstone 是 Tanzanite 的 gemstone，所以我就觉得是一个很有感觉的 gemstone， 对，对。戴了上你身上也非常的有感觉，大家看的时候非常帅，两个都是。佢哋今日咧就系戴咗咧就系 Bird on Rock 嘅胸针啦，同埋咧有 T Series 啦，同埋咧 The Lock 嘅系列嘅。So they're wearing Bird on the Rock brooch and also items from the T Series and also the Lock Series。还有呢，我们今天新年就快到了，而且跟情人节是非常的相近的。今年的新年，跟我们分享一下怎样去跟你们的关心的人表达你们的心意吗 ？Greg， 为什么有这个害羞的笑？没有，因为表达就是在家了，对啊，就是在家，在家可能就买个礼物送给你的朋友或是家人。是另一半，都好。哇，你会挑选什么 Tiffany series 送给你的另一半吗？会啊，不是你的爱人，都会送吗？有你的家人。宝石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就是你要再存一些钱这样。对，那如果是 T 系列或者是那个 Lux 系列的话，选择送的可能有赚的吧。哇。那 Jeffrey 呢？怎么样去跟你身边的人表达你的心意？表达心意就说话就行了。就对啊，那如果有礼物就更好，所以对啊，可能会我可能会选一个 Bangle 给我的家人吧，因为他们可能也经常会戴一些首饰，所以就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理解。Oh, so they both expressed that they would choose something from a Tiffany series, something classic, a bangle, or maybe a little bit with some diamonds would be great gifts for their loved ones. 好，麻烦两位男神继续跟我们留步，因为接下来呢，我再邀请多一位的朋友进场。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going to invite another friend. Please join me. 我哋邀请吗？嚟到中间位置，我哋今日咧，因为女代表，亦都系一位。非常之靚啦，好有型嘅女歌手。好，我哋要三位影幅相先，好唔好？我哋先望中間位置，我哋嘅傳媒朋友影幅相。我望中間先嚇，中間即刻講中間。好，我哋望一望中間位置。好，看看中間這邊。中間位置，先看看中間位置，我們的媒體朋友。好，現在中間位置，我們大會攝影的媒體朋友。中間位置，我哋大會嘅同埋我哋嘅傳媒朋友。好，跟住我哋望左手邊先啦，今次左手邊嘅位置，左手邊望望左手邊嘅傳媒朋友同埋我哋嘅粉絲們，左手邊。喺度。OK。喺度。哇！
加油！右手邊，我哋望望呢度。再看看中间，中间再回一个中间，拿中间。再来翻中间位置。OK。接下来呢，我们跟三位呢，就因为今天就是 Tiffany Co 的开心的大日子，想要说一句祝福的。祝福的话 ，OK， 我是就希望在新的一年，大家可以多多认识 Tiffany， 然后身体健康，然后比去年更幸福，这样子。谢谢，哇哦 ，Jeffrey， 可以跟我们说一句祝福语吗？可以，祝大家身体健康，开开心心，耶！你呢？新一年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啦 ，Bad Energy 走啦，跟住之后同埋希望 Tiffany 继续用佢 organic 嘅 ideas 俾个 surprise 我哋，多谢。Thank you 三位。我哋三位再補多一張相俾我哋大會好唔好啊？再嚟一張佢，好，那我們當會攝影再嚟一張合照。So the three of them have expressed in the coming year, of course, congratulations to this beautiful opening year at Pacific Place. Hope Tiffany will bring us many more surprises and to good health and prosperity. 好，中間再補一個中間。好，中间位置我们大会摄影先，中间位置。好，右手边的。Okay, 好，然后右手边。还有，再好的，我们的左手边，没错啦。我知道各位傳媒朋友都好想咧，就快啲同我哋幾位嘅嘉賓傾傾偈嘅。跟住落嚟咧，麻煩大家咧耐心等下一陣，我哋咧嘅公關同事咧會幫大家去安排呢個環節嘅。大家唔好心急，我哋可以耐心等候。喺呢度咧，亦都要多謝曬我哋今日嘅傳媒朋友嚟到我哋今日呢個咁盛大嘅開幕啦。喺呢度咧，希望大家咧有一個美好嘅時刻啦，亦都歡迎大家咧就可以到我哋千年通太古廣場嘅店鋪裏面參觀下噶。多謝大家。We're arranging press interviews and our staff will be assisting everyone. And our three guests will be here in store doing photos. Please feel free to explore this new store here. Thank you. Bye bye.大家 subscribe、comment 同埋 like View One HK 嘅 YouTube 频道，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咧。